首先唱一首新年的歌曲，祝贺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一样是蒙福的 Amen。 一起来给我拍上来，一起来，一起的那一天，与那一段岁月，一个小小的家园，财富和幸福之间，还有执着做界限。每天要准备好了吗？一起来，one two three，新年是新年是，加油成长。
的日子，阿们。我们再次你不单只要献上我们感恩的心，今天要借着这一首的诗歌告诉我们说，新的事就要发生在我们当中，阿们。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，新的恩典要流露在菲拉铁菲教会里面，阿们。好吧，今天下午我们不单只停留在呼喊的赞美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唇来宣告神的话，阿们。这时候找你旁边的弟兄或者是姐妹，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呢，宣告一句话，在他的生命里面即将神要做一件新的事情，在生命里面用我们的话来宣告在他的身上，让神迹奇事现在就发生在我们当中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的来找你旁边弟兄姐妹宣告神的话来。前面后面的也是一样，在今年里面新更大的突破，更美满的婚姻，属灵更大的突破，用我们的话语来宣告。现在转向你后面的，后面弟兄或姐妹，后面的，前面后面的，来宣告，宣告一件的事情，宣告。新的事要发生在我们当中，哈利路亚！菲拉提比教会，新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让我们今天下午同心合意的为着我们的地区，为着我们教会来宣告神的话。哈利路亚！愿盼望喜乐充满在我们当中。在外有饥荒，但是在神的家有丰盛，阿们。在外有饥荒，在神的家有极大的丰盛，阿们。谁领受的，一起向耶稣来欢呼，向耶稣来摇一摇你的双手，哈利路亚！欢呼的声音 ，Come on！ 哈利路亚，一起来唱吧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领受。我们要唱新的歌，新的事，新的事将要成就。我们要唱新，举起双手，举起双手，新的事将要成就。神的作为要更大，双倍在我们当中，阿们。举带着敬拜的心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他就在这个地方。谢谢你，耶稣。永远的依靠，
环顾四周，看见环境险恶，风暴要来到，我知道出你的应许更重要。当我发现自己无处软弱，盼望要跌倒，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开我的双眼，生命的掌权，开我的双眼，让我能看见你用笑脸，显明你在掌权。你那够我有的恩典，伏笔着我直到永远。我虽软弱，彰显的完全，开我的双眼，好吗？你开我的双眼，哦，环顾四周，环顾四周，看见环境险恶，风暴要来到，我知道主你的更重要。当我发现自己无处软弱，盼望要跌倒，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开我的双眼，让我能看胜过一切，胜过一切，告诉他说祝你的大能要彰显，超越一切，我生命里掌权。开我的双眼，让我能看见你用笑脸，显明你在掌权。你那够我用的恩典，我生命
举我们的双手，从后面到前面，左边到右边，今天下午神要与我们同在，双手一起来唱，看我的双眼，让我能看见，从后面到前面，左边到右边，一起来唱，举起双手，看我的双眼，让我能看见，一起来唱，胜过一切，有你在我身边，看见我心里的宝贝，祝你的大能要彰显，超越一切，我想告诉大家说，在2017年，神在前面在等着我们。我想告诉大家说，在2017年，神的丰富在前面等着我们。我想告诉大家说，在2017年，神的荣耀在前面等着我们。我想告诉大家说，在2017年，神的帮助在前面等着我们。你说牧师真的吗？为什么我们看不见？那我告诉大家说，当我们驾驶我们的汽车的时候，我们是往前看，一直往前看，我们才能够去到我们的目的地。没有人驾车的时候是一直盯紧在车厢里头里面的往后镜。那我告诉大家说，你之所以没有看得见，是因为你在看着过去，你在看着你人生的往后镜，所以你看不见神在2017年在前面等着你，所以你看不见在2017年神的荣耀在前面等着你，所以你看不见在2017年神的丰富在前面等着你。但是牧师，我如何能够看得见？神就在我的前面。那我告诉大家说，我看见，我看见，我看见，神就在你的明天，耶稣基督就在你的后天，耶稣基督就在你的下个月，他的丰富就在一整年每一天的生活里头。所以今天下午，我相信他的圣灵要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。当他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见以前我们所看不见的。所以我相信今天下午，当我们每个人敬拜的时候，神的荣耀要临到这个地方，他的圣灵要在我们当中来运行，来感动我们，来打开我们的眼睛。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就在你的前面，耶稣基督就在你的明天和后天。你需要的是他打开你的双眼，好不好？我们花点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你可以用灵里面祷告，你可以用方言祷告，你可以用悟性祷告。当我们在用灵祷告、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诉说着各样的奥秘。我相信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、耳朵未曾听过、你的心是为人抢到的。如果说耳朵未曾听过、眼睛未曾看到的、心里面未曾想过的，我又如何祷告？我教你如何祷告，在灵里面祷告，用方言祷告，乃是说出各样的奥秘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举起我们的双手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从后面到前面，左边到右边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。一、二、三，祷告，举起双手，
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打开我们眼睛。你为腓拉铁腓教会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2017年，我宣告说，耶稣基督的丰富，他的荣耀，他的帮助，就在你的前面。看，西，一起来宣告，举起双手。面到前面，超越万境，你胜过所有阻碍。弟兄姐妹，大声的来称，你凭信心，你宣告你话语，大声的喊，不顾也要信心，我全心，我全心，坚信你是超越万境。一起来宣告，宣告你话语，大声多看，不顾也要信心。举起双手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后面到前面。我全心，我全心，坚信你应许，超越万境，胜过所有阻碍。来宣告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知道不理马来西亚是在哪一个的光景，只要我们投奔到你的怀中里面，耶和华，我们知道在你头有你所给我们的安稳。我们宣告说，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靠山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山寨。耶和华，你在山上必有预备。我们献上感恩，我们献上感恩。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你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一切，你祝福了我们的生命，你祝福了我们的家庭，你祝福了我们的侍奉，你祝福了我们的教会，你祝福了我们的社区。这是你的丰富，这是你的恩典。今天早上，今天下午，你的百姓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数算你的恩典。我们将一切尊贵、荣耀、权柄都归给你，是因为你的丰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如果说你要拍掌的话，给神更大、更大、更大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 Amen。 我知道今天已经过了农历新年，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在主的家里面，是充满着喜乐。所以跟着时端，我要求大家，你找十位的弟兄姐妹，然后给他一个热情的握手，然后说出祝福的话语。如果说你要说新年快乐，算吧，算，说出任何的祝福的话，也祝福他，肯定他，鼓励他，好不好？找十位的弟兄姐妹来。记得那一年，那一段岁月，你做小小的花园，你天天都怀念，一杯白开水，也很
心若能发开一点，路就宽一些，财富和幸福之间还有知足做界限。主啊，我看见艳阳天。Amen。